这也太幸运了，你太狠了你啊，啊，兵哥，不和那个来了，又来了。我估计是不是这都是老鼠斑多呀、啊？这边要碰见老鼠斑的鱼群了，那更爽了。有些绳少说，有些绳。又个黑龙，黑石斑。黑石斑啊，对鱼群的。啊，就这一个鱼群发现了以后，这我还没吃过这种黑色来的。黑色的比那个我觉得比红的好吃一些，是吧？平哥，昨天咱俩也是这样啊。对。进水。这个对远道的客人很关照。哎呀，平哥，这会儿人也 nice， 鱼也 nice 啊。这干啥呀？不来不行啊。这就是嘛，知道吧？把咱俩给锁这儿了。勾住了。勾住了，这是上钩了。上钩了。他上钩了。勾住了一辈子。对，鱼是上钩。我觉得咱俩也上钩了，这是鱼，不过愿意上钩。愿着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来了，必须的。行啊你啊，这彪哥，必须的。能飞不能？我不知道多大的，现在这个钓海水没经验啊。要大了我给你抄网了啊。这个没事，你给拿着。我操，是这个，这跟我赠啊，这肯定不是这石头，是要是这样的话，有可能是石头鱼了，也可能还黑石斑，杨你拉住他的线了，谁的线这是？两个人牵到一起的，我现在没劲儿了，把蛋黄线，两个，把我线也勾上来了，你这个把钳子给我了呀。别慌，你看我这现在钩还没绑了，你们都上去上半天了，这钩还没来得及绑了，不像话这弄了。平哥先不动啊，我先把平哥宰了。接活啊，平哥，我在这儿。谁接？你接我的活。行，我来。哎呀，吃这么多小鱼，你看这里面的小鱼可多，这里面的小鱼，这里面小鱼是不是三文鱼？这是啥鱼啊？这是？那个。哎呀，肚子泡出来了。各种鱼，它什么小鱼都吃。这个很深吗？七十多只，你看在七十多只吃的费的，咱能钓着。昨天带五十吃的，对吧？哦。这反正能这样钓一条三文鱼也行吧。这样能钓三文鱼？能，这样都是。来了，又来了！你看看这彪哥今天是大显神威了。对啊，来吧，我不钓了。来吧，指标没了，指标没了吧？指标没了，又一条，放吧。还得来的吧？又是黑斑，黑斑，指标没了，没指标了吧？来，过过来，还三条呢，三条了，四条，总共四条了。彪哥上三条鱼了啊？今天疯了啊！主要你开杆开得好。啊，他这这么钓鱼群，咔咔的。既然这鱼这么好客，咱就客随主便吧，主随客。我不钓了，我在这享受生活了啊！看你们钓也是一种享受。啊！来了，耶！咋回事，彪哥？你必须的嘛！啊！你上了什么颜色的饵？等会儿我看。这个上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种。另外一个石斑，青铜色的。哦，青色的。这个味道也还不错。钳子呢？钳子？你把钳子扔了吧。我靠！赶紧就放你这算了。你把我这指标都弄完了个球了，你让我们还钓不钓？这个好吗？这个不行，那就小点放了。放了吧。我看多大了？看青，这个青铜色的。哎，我这耳就掉了。啊？哪儿去了？
老杨，这个放了，放了吧，太小了。这个这个颜色比漂亮。好，这好放了。我这样往海带里面走一点。我是用这样的啊。对，轻饵可以。我那个来个饵。来个饵。这有。用这行吗？行，随便。好，我马上动动啊。四条。马上都不想钓了吧？钓这么久来了。就想钓别的挑战性的鱼，对，钓了没有挑战性了，对对，啊，来吧，剪刀呢？来吧，来来，这真那么两口啊？啊，好嘛，太牛了！老杨，你这个握子挺好啊。哦，都让你钓了，咱们两个人。太失败了。给你连续录像了，我觉得。哇，哟，这个大。这个大，还是它这种亮片好，沉一点的亮片好。漂亮，给你，你尝了啊！钓哥要疯了，够了，够。这钓老鼠吧？我到我船过那边去去啊！对，去海里，去那个海边旁边啊。这才刚开始就疯了，彪哥，哎，记住一句话，哎，先胖不叫胖，先吃胖了也算是。我先吃再说呀，什么胖？怕到最后吃不住。你把那鱼窝子开走了，那扔下去咬去吧。好，可以来这里海带差不多，离海带近的地方。那边还有海带，把你那窝子给你弄跑了吧？对。我扔下去咬的嘛，啊，一口一口。再吸。你放多深呢？我放到底吧，完了我下边也有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下边鱼，底部也有。我放到底回弹了半米左右吧。我们还没加上来呀。钓着老鼠斑吧，没了。老鼠斑加三尾，有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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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哟。黑斑，放了吧。接了，哎，这个大，越来越大了，哥们儿，大了，给它放了吧。放了啊，你就是钳子，你他妈钳子别打走啊！我给你找个这钳子算了。行，你给我这也行。那弄点挑战性了吧？行啊，啊，这个就放掉了啊。放掉了，现在开始就放了。现在没有二十分钟，我已把我们全船的东西全给钓满了，指标钓满了，放掉，放掉，放掉，拜拜，谢谢啊！见过嘚，见过这么嘚，六条了。什么叫两口啊？什么叫贱呢？贱！骂人这么骂你们啊？我们情何以堪呢？不是关键，这个平哥，这个给我开这个开杆鱼草，开杆开鱼了，对，小鱼。哎呦，我是又一口。这样的啊，我们不钓了。行，今天你包场，你包场了，不钓了。起，
你都让我上前面来钓鱼了，你说是啊？在那个摄像机前面，一定有所表现的，啊？这个是小的，这个也是这个老鼠斑，这个可以留吗？当然了，没跟三枪。